今天是法会的圆满日，最后一日，所以地藏经啊连续诵了三天，这三天以来一直跟大家不断的导读啊，让大家明白地藏本愿功德经呢、啊、整本经典所有的文字，它不是一般人所体会的只是世间的神话故事，那是一都以为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他方世界的种种境界，而是告诉你就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哪个不是你当前行者性前的所有一切心性之中的法界庄严。所以你一念之间若是懂得念念回家，念念归家，那个归家的那个愿力就叫圆心，那个就叫大愿。从第一部经中一直跟大家解释，就是你明白那念心时，你就会突然发现这一念心中的面目，它能够处在种种感受的成像之中的变化，它却变成了念念之间懂得回头回光的智慧。所以那一个相，那个法相是常住红尘，但是不共凡情，所以那个法相就现比丘的庄严、声闻的、修行的种种的威仪，那是你心性之中的根本法相。所以你若是真正在心里面能够如实种下如实的愿力，心若是诚实，你在心里面越来越对自己的决心越来越明白，在越来越明白时，你还是越来越看到都是现前的感受，不管是喜是怒是哀是乐，那哪一个不是感受的呈现？于是乎你就在这些感受的呈现当前，你更明白决心，就在这个决心的当下，你能更明白感受，这一种心中的智慧，你会慢慢看到我们虽然还未证，虽然还是生死凡夫，你却可以看到你现在处在红尘之中，你已然用得上心中这一念智慧，这一念智慧就叫做光目。因为你是念念在大觉心体的本来面目上体会的觉心的眼目，所以那叫清净莲华目。那谁能够明白清净莲华目？那当然就是行者念念归家的发心，那一念发心就是光目。那个光目之中，因为现在还是行者在意识之中不断的酝酿向道的诚意，那种酝酿那种运化还属于女相，还属于阴相，所以叫光目女。但是这个光目女他已经就不是过去的一般的红尘之中的一切众生念头之中在感受流转的轮化，也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你为什么能够启程如实的智慧，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潜在意识里面有一个法相庄严，那个念念之间虽处在红尘，但是它不共红尘的声闻的庄严，那个声闻的庄严就叫有一罗汉福度众生。这里面一步一步就是把你心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之中的法性名字、法性庄严，一步一步给你环环相扣，扣在一起，就叫金刚锁菩萨。所以你要是不知道清净莲华目，也表示你根本不在根本大觉的眼目上去体会，你也体会不出其实一切感觉其实就是大觉的清净莲华目。为什么讲莲华目？因为莲华一定出自于淤泥，但它洁净于一切，也就是告诉你现前的一切作用还是红尘，但你已经不共凡响。你明白如是的眼目之时，你就可以看到你潜在意识里面就有一个超越世间的声闻功德庄严，那个叫做罗汉。就是这个罗汉之中，他可以为你开显一切道理，开明一切的方向，所以那个罗汉也就是无尽意菩萨时。你
在你心中明白如是无尽意识，就是在每一个意念当前，你都已经在潜在意识里面，你念念向心中的清净那受，叫福度众生。那行者还在当下，还是如实的酝酿，还是如实诚诚恳恳的在心中如实积累道心，欲化道心，那就叫光目女。当你看到心里面这个智种是光目女时，你过去的过凡情业感凡胎那个母体就整个就被你从此不但只是救他的凡情凡想而已，你还能够让他当下就在那个母体之前就证得原来如是一切感受的母体，哪个不是本来觉心的面目？所以母体都会度他成为解脱菩萨。什么叫解脱菩萨？过去在感受之时，在喜之喜，在喜之喜，在怒之怒，一切喜来怒来，那一切感受都是向下的润化，向下的音符。本来这个向下的音符润化就是流转的开始，也就是过去上一堂课跟大家讲的，那就是最初的月地力。但是你要知道，月地力之中这种母性它就是能够叫做润身，假如不能够叫做润身，你哪有觉体？当你明白如是的道理之时，同样的润身处，你根本不必改变它一点，它能喜来现喜，怒来现怒，能够向一切感受之中能够谱出一切感受，也就是觉林菩萨讲的心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你敢担当一切染色，过去在染你叫流浪，现在在染是你做主，那这里面再看这种作用都变解脱菩萨。为什么解脱？它就是随缘润化的解脱，过去在随缘润化的性中的解脱的智慧，你就变成了念念束缚的流浪，所以才叫可怜悯者。所以光目在度他心里面的过去凡起的那个母体时，他念念就像心底深处那一念清净智种，那一个罗汉之中问念念求度母亲，所以他罗汉问他，他的母亲如何，是什么业力？光目告诉他，我母所习啊，就是喜好时代于别之属，而且常亲三宝。为什么常亲三宝？表示你念念现前之时，你就根本不认佛法僧，就是常亲。你现在的每一个念头你也都不认，所以你那个念头之中的不认，就是你宿世以来的根本的你的业感的那种母性，业感之中的凡情的母性，那个母性就是不认，就在下面润身不断的流转。不但不认三宝，而且他好食鱼鳖之属。什么是鱼？鱼者潜流之类，之类，潜水的潜，潜在水中那个潜，流就顺流的那种跟着业感顺流。众生的每个念头不都是潜在种种感受的种种五阴之流之中吗？所以那叫鱼。什么叫鳖？潜藏之属。潜藏就是在任何感受之中，它藏在龟壳里，它能够深在水底潜藏。所以龟鳖啊，都有一个像，它随时把那个六处缩起来藏起来。就像人一般的凡夫，在一切感受之中，就把你的种种六处完全藏在你的业感的硬壳之中。我们念念之间都是在这种感受当前，每个念头都是在瘀憋之属之中，你好要如实摄取，叫实在瘀憋之属，就而且还多识其子。可就是你心里面那一念过去无始劫中能够堕在红尘之中的这一个母性，
你要是真正明白是光目时，你要是念念之间已然知道回头，在心中懂得向大道去见识，那一个过去让你流转的现前的种种润身的现象，也变成你能够照破的当下。所以光目女母啊，她能够现在当前，而且现在当前现在哪里？加内悲是内壁生一子，加内壁生一子是什么意思？其实地藏经有很多很深的道理，因为我们毕竟只是一般的法会啊，跟大众只是略带一点啊，让你了解一下地藏经之中的玄义甚深。内壁是什么意思？刚刚讲到一个凡夫，过去他生所生下来，他所带出的，不然虽然是从母胎生出，生出，不能够讲说这个孩子他所有的业力都是母亲母胎给他的，但是今天他会圆这个母胎生出，表示母亲也具如是业。所以但是具如是业之中，个人还显个别的业力，他个人各显个别的业力，这个孩子所有的业力都是从哪里来？就是他过去的业感之中的母性中来。但是他所生的那个母亲也一定也包含如是业力，虽然生下来以后母子两个人可能他所现的业行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是绝对一样的，第一个被觉，第二个能运如是业。虽然还没现前，但能运如是业，所以子儿子是因为如是的母业托如是的母亲胎中而出，母亲也就是因为有如是的业，所以能怀如是，有如是业力的孩子能够现出世间，所以真正的母性就在业感里，都在业感里。过去在这个业感之中，你根本看不到他的业感在哪里，生下来时候你就是这种习气了。可是你只要懂得回头，你明白心中那念清净之时了，你就会发现业感本来那个能运生的那个业感你看不到了，可是现前的每一个作用当前，每一个起心动念当下，哪一个不是你过去那个母业的托化？那哪一个不是你那个母业的业感之中的种种气氛在上面？所以能够生你的那个母你看不到，那个母业你看不到，可是什么时候你看得到？你懂得回头时，就在你每天每个起心动念之中，你都会发现你过去的数世以来的母业的气氛在其中。你眼前看到那些是什么？就是加内背内壁。为什么变内壁？那壁者叫意识也，就在你现前的一切六根六尘的意识之中，而且叫做内壁生一子。为什么叫一子？就是从如是的种种意识之中所生，意识所生就叫做一子。意服劳役的意，使就是那个能够使力现前的大使的使，意识就是你要怎么看你过去的业感在哪里，当前每一个念头的种种作用，就是每一个念头的目的就是在不断的服侍你的感觉，它服侍你的感觉就像内壁一样，因为它就是服侍你，像自己的内壁。但是每一个感受就是由它而生，就是生一子。你就在这个生的一子上面，你感受所现的种种现前处所生处，你就能够察觉你过去的，你带来过去在流转的那个母业是什么。我说的母业不是母亲的业，是你根深蒂固流转在红尘的如是业力。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业力现前时，那个业力就仿佛告诉你，我是因为有你的愿力故，所以方得现前，方得出生。那个意思就是你有你如是光目的这种智慧故，你才能够照破于我，才能够看得到我的出生现前。这里面啊，讲到多少心境之中的维系，因为不能够啊讲得太细，我们时间有限。将来你若是真正发了如是愿力以后，你真正不断每天在那边不断的诵经、礼佛、拜忏，或者是打坐参禅，都是在这个觉心上体会。若是你都能够在觉心上体会时，你真的就能够发现觉心之中的那所有一切维系的现象。不但是你觉心的根本维系的现象，你还要懂得现在一切业感状况、一切现象
能够呈现，所以你就知道是怎么样流转的，这个流转又怎么样呈现的，它呈现时你才能够找到它的贼目在哪里。所以你当你明白时，光目就叫做什么？地藏。为什么叫地藏？这一念光目就是念念之间直指圆心，圆心叫大愿，直指圆心的智慧。当你明白这个圆心的智慧之时，你就会看到你所有过去叫业感，现前呢你明白是呢，其实它就是你看得到清净莲华目根本的信用而已嘛。过去照黑照白是业感，将来你知道是觉心时，照黑照白不过就是清净的信用，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你是站在清净莲华目的角度看一切，就类似你站在镜体看镜色，哪个镜色不管现黑现白现好现坏，哪个镜色不是镜体的清净光明。假如你忘记了镜体，你再去看镜色，是黑是白是好是坏，哪个镜色不是流转红尘的种种业感凡胎，一直不断的润化的种种业力。所以你明白如是道理时，所有的一切的作用，过去你看到的所有一切无时间的业性的纠缠，那其实将来会明白，那就是你之根本觉体之中清净莲华目随缘的铺开铺张，随缘的开显而已，它如同眼目一样随缘的照现而已。所以随缘的照现叫什么？解脱菩萨是，它就是大觉心体随缘的解脱相。解者是，就是释门种的释迦的释，脱者还他从一个肉还从一个对了，所以他念念能够从直感之中兑现而出。就讲到福度光目的罗汉无尽意菩萨是，这整部经你要读到最后，真正将来你用得到用得上它时，将来心维系时，你才会知道地藏菩萨经中啊那种维系。所以为什么都会教授一切最初学佛的人一定要老老实实攻读地藏菩萨本愿功德？那你会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得出来？不管今天我坐在台上这样的讲，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或者你也认为我讲的也是天方夜谭，那你也会觉得说，那什么时候才能体会得出来？没有人呢能够用你现在的意思体会得出来。将来你真正懂得回头念念在心性上寻觅时，你会突然发现哪一个文字之中，哪一本经书上面的每一句话里面，它不正是帮着你看透你心中的面貌？就但问你发不发如是心，你要发如是的心，你就体会得出来。所以回头还讲，就是那一个愿力而已，就是那个照料圆心的那个方向而已，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所以那个才是啊，真正你懂得地藏经中的所有一切故事啊，那你会知道，那原来它奇异甚深。我在好几年前，因为那个时候讲法还不是讲得很好，但是我讲过光目女的故事，地藏菩萨和光目女的故事。当然，我现在再去听我以前所讲的，会觉得好像讲得太长，但是虽然差，只是因为现在慢慢可能体会的会比较深一点。那虽然是差，但是在常住里面对教育这些弟子们呢，还是告诉你，虽然是差，但都是你们最初要去面对要去体会的东西啊。我能够讲到那么差的，你们可能连体会都没体会啊。所以还以为经文都是讲故事，甚至于现在因为有太多这种他们看不懂的大圣经典之中的种种经文文字当下的复述的宝藏，总以为大圣非佛说，总以为大圣总是讲那些怪力乱神，那是因为你没有到那个心境的。你要是真正明白心境明白佛性的人，你是什么心走到任何世界，听到任何看到任何影像，听到任何音声，都应该是跟你现在所学的方向相应的。
那逆力之间就是在启发你现在你所学的方向。一个学音乐的人走到任何环境里面，他自然就会感觉到任何环境里面好像就是不断的灌输他那个音乐上的种种智慧，音乐上的种种他体会不到，过去体会不出来的种种深入的道理。何况我们是学心法的人，是修如是佛性的人，你如何看一部文，看一部经典，看一部经中的文字，你都体会不出来诸佛他在文字之中为你安排的种种微妙的妙旨，那种悲心啊！所以假如看不出来还在妄说大圣非佛说，那就是可怜可怜。将来你若是能看得出一点，将来你才是真正在你心底深处在供养地藏王菩萨。